设备，机器设备，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纱的工艺。那么这个呢，可以说是对马来西亚这个技术，就是纺纱技术的一个过去的空白的一个填补啊。那么因为据我了解呢，过去在马来西亚这个纺织业呢，这个纺纱这个 link 这个环节是没有的。那么这家企业呢，将这个空白填补了。